天要去飞一下空拍，然后我们待会中段呢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英国空拍的一些相关规定啊等等的。Check it out。好了，各位，我们现在到了我们要飞空拍的这个公园。那这公园呢，非常的该怎么讲，荒凉嘛，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所以在英国呢，像城市啊，基本上 Zone 1的地方都是不能飞空拍的。但是你可以来到像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自然的公园，那就是可以飞空拍的好地方啦。好，各位，刚刚呢，我们很不巧的，刚好在飞的地方旁边有个监狱，但是地图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并没有显示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就离开了稍微一段距离，然后我们再飞一次。第一个新手飞的感想呢，是的，就是觉得其实它大量的操作都还蛮简单，刚买的人也很适合玩，比较厉害的专业的那些人也适合玩，就是他已经把全能的具备都已经放在里面。你想操作好上手，可是你要拍出好的画面，还是需要很多训练，当然需要很多练习，多练习最好。